主料花菜150克猪外脊100克水晶糕400克辅料油盐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材料酸菜超市买的酸菜丝150克猪外脊100克水晶年糕葱姜少许调料生抽盐黄酒淀粉色拉肉酸菜用清水冲洗一下肉切成细丝加黄酒淀粉拌匀腌5分钟姜切丝葱切段年糕切成了 1.5 寸长的段炒沙内放油爆香姜丝放入肉丝边炒至变白烹入生抽放入葱段边炒均匀放入酸菜丝加少许水加盐调味放入年糕焖2分钟翻炒均匀即可出盘烹饪技巧年糕这东西我们这边很少见下次买了严格按照新的做法尝试下嘻嘻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